姑娘你好啊。啊，姑娘，你喜欢老头不？喜欢小孩。那我让他陪你生一个啊。我好像在直播间买过鞋。是吗？下次别奶了啊，再奶的话我打死你。为什么？难怪我说我进货都来不及进了呢。都让他来了是吧？你们这是下班是吧？回家。回家啊？那把我带回家送给你囊囊，你囊笑哈哈。不是，人家不可能带你回家，为什么呢？他说了，不喜欢老婆，喜欢小孩。那我跟你说，算了，我这一到大年纪，身体也不允许了。孩子，拍照两块啊。抖音。